听我的逻辑啊，逻辑不是你那逻辑，逻辑有点错了，就是不听不听。本身做音乐不赚钱，所以呢，我要自己花钱的话呢，能不能少一点钱？这逻辑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对的，因为这事儿不是为了赚钱。你比如说，我能赚，我说我干这事儿，我能赚10万块钱，给你们8万，我认了，我挣2万行了。但你说我干这事儿一分钱不赚，那咱就都别要钱了呗。说的好对呀、啊，这就是为什么做音乐的人不赚钱，因为给钱的人的逻辑太怪了。有办法可以反驳他，我喝多了有点。我们也可以谈股权这个。说一会儿谁洗碗？都不是话。那我们来了总得干点活吧？对啊，不然这个节目叫什么来着？做家务的。那我们还是洗吧。如果你不做，你就不是男人，不是男人。你刚刚那个兰花指，我这是摇滚好吗？这是 I love you 这个。这个才是，这是摇滚，这是摇滚，这是 I love you。这个呢？弹你，弹你脑门儿，弹你脑门儿。感觉可以唱歌了，来吧。南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你知道什么是歌手了吧？没有椰林缀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片片槐香。万入。夜市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家两对半。两对半。变成东北歌了，节奏给改了。叔叔，魏大勋爱唱歌是遗传你的吧？是吗？是爱喜欢唱。我是瞎唱。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。快乐好。跟着伯母走向余晖，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。日子日子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。是不是这样的？有些许多的童年幻想。阳光，阳光，沙滩，沙滩，海浪鲜艳张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唱的不错啊。啊，叔叔很好吗？唱的，嗯，唱出了一种二人转的感觉。你是东北的沙滩，阳光沙滩，大连的沙滩，海浪仙人掌，还有一位呀老船长。